胡慧中在台湾70年代被封为四大美人之一，自他和香港著名眼科医生、曾任香港民政事务局局长的何志平结婚之后，已经专心上副教子。而他的爱女何家珍虽然样貌比不上妈妈的高颜值，但自小就博学多才，而且有自信感宣扬自信美。何家珍近日就激刊晒出自己和妈妈的合照，他透露自己和妈妈在上海的小红书总部，相中见何家珍的五官轮廓亦有啲似妈妈，而65岁的胡慧中颜值依然不输给女，保养得非常好。